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妹妹，你去哪里啊？叔叔，我去上学。上学？嗯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那你这个驼的是什么？我驼的是橙子。驼子它干嘛呀？我外挂上变了钱，要了买药了，所以这是我下个星期的生活费。那你驼到哪里去啊？街上。街上去卖是不是？是。哦，快快快放下来，金本都磨红了，快放下，妹妹，放下，我跟你聊一下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啊，爸爸妈妈呢？我爸爸吃了，妈妈嫁给别人了。这样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妹妹哈，不哭，好孩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了，好吧，好孩子。啊，那我看一下你这个橙子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啊。叔叔，这是我自己在这的，给你吃一个。给我吃一个，妹妹还知道用手抹抹一下，然后开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很好，啊，真的很不错。哈哈，那你要去卖的话，你还走多远啊？一个小时。那这样好了，妹妹，你是不是有点冷了？我看你一直在跺脚，有点冷吗？那你这样好了，妹妹，我全部给你买了，好不好？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，叔叔？啊，吃得完，吃得完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去车里面拿一下钱，好吧？嗯，来，妹妹啊，我这里只有200块钱的，全部给你的，你放起来。不行，我不能多要别人的钱。我外公出门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不能多要别人的钱。没事，妹妹，多余的钱你去那个买支笔，然后买个文具盒，好不好？啊，听话啊，听话。听话，你的手我看也很冻了，然后你去买个手套好不好？你看你的手这么冰，买个手套好不好，妹妹哈？手这么冰，放起来，放好。那你身上有没有钱？我就剩这么点零钱了。哦，这有几十块钱。这样，妹妹，叔叔这里还有几十块钱，你放起来，然后去买双袜子。你看你的脚袜子都没穿了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放着放着，妹妹听话懂事，不要哭了，再不要再哭了，好吧？你别哭，别哭了，听话。然后谢谢叔叔。不用，你现在去学校走多久？一个多小时是吧？啊，那叔叔开车送你去好不好？啊，那我这个新房的车上，你在这等我一下哈。啊，来，妹妹上来，上走吧，坐好哈，出发了哈。啊，妹妹啊，这里有两块面包，你吃一下。谢谢叔叔。啊，没事，吃吧。你干嘛呀？我刚才吃过午饭了。吃过午饭了，那你放起来干嘛呀？吃呀。当晚饭吃。当晚饭吃。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乐乐，阿紫。阿紫。嗯。你是什么时候跟外公一起生活的？4岁的时候。那你，那个妈妈你，走的时候你多大了？我大概都这么大了。这么大了。嗯。那你想爸爸妈妈吗？我想爸爸，不想妈妈。我恨他。恨了。好了，妹妹不哭了，把眼泪擦一下好不好？好孩子，把眼泪擦一下。啊，哭了都会好起来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就学校哈。是。嗯，你有什么想要的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。我想要笔记本。想要笔记本了。对了，你这个鞋是多少码的？33。那你多高啊？有1.35米。1.35米是吧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反正今天我们很难得走，好吧？一定要等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等我。妹妹啊，你这是蹲着干嘛呀？我站着了，蹲着就不能了。蹲着就不能了？在看书啊。可以考第几名啊？第3名。很厉害，你要的笔记本给你买过来了，给你带了3本，你看一下，喜不喜欢？喜欢是吧？哈。然后呢，我还给你这些文具啊。啊，文具盒，然后还有这么多彩笔，画画啥都可以，好吧？嗯，这里给你，我看到你这书包有点脏了，跟你一样的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给你换个新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喜欢吗？然后呢，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、鞋子啊，来，给你放着吧。那么你看你穿上一下合不合适，好吧？哎，来，我给你穿上。给你买的皮鞋，这里面是有毛的，这样的话冬天来了，这个下雪下雨它就打不着，合不合适啊？合适。合适哈。这衣服喜不喜欢？亮晶晶的。喜欢哈。呵呵，来脱了吧，你看你里面，哎呦，我忘了应该给你带个毛衣，你里面都穿那个啥，来，好不好看？好看是不是？这是拖鞋到这里带回去哈。
裤子再跟点，裤子就不换了，好不好？然后的话，你就好好读书，不用担心。你家的那个橙子，然后我就全部买了。然后你下周五放学就回去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下周五你放学回去的时候，我来这里接你，好不好？在门口接你，跟你回去，帮你家橙子买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那我就走了哈，好好学习。孩子，不哭了，好吧？不哭了，又哭。你干嘛哭啊？为什么哭啊？你为什么哭啊？没有人才能对我这么好过。没人对你这么好过。天知道，唯有你的爱，我交给了他。那你现在就等一下，你看看、啊、先看看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走了，星期五在那接你哈。